小明月，都是你的啦，都是你跑去会场煽动我去医院做检查，事情他们搞成这样子，你就是因为我手，都是因为不安好心，事情全部因你而起。哎，好巧嘞，你阿妈做这种戆代志，敢敢敢这种结果哈？你今麦叫业界的人挂出来，什么都唔是啊呢？你若想要反省，就爱靠我甲曹庆啊。 你头脑搞看清楚了哟，你今麦爱拜托什么人？爱包给什么人啊？你敢跑啊你？我怎么敢打你啊？都是你到处搬弄是非，还敢说大话，把自己当成救世主，我非好好教训你不行！你准备打我？你小杂货，你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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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
哎、欸、爸，很歹势啊，即摆哦，都无迄方面的消息。好好，我会继续调查，你等我消息哦。欢迎光临。小姐，你这张卡入不过。怎么可能？你再刷一次。拍摄，赶快入不过。你这张卡是副卡，还是你要问正卡持有人看卖？一定是搞进去，故意让尚红把我卡停掉的。你能不给我活路吗？小姐，还是你要换另外一张卡？不用了，我付现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有急事。不然我晚你再过来好了。无钱，他要当饭店先。你不是周总的女儿吗？你来从啥？我来饭店跟朋友吃下午茶，拄好看到你。你若是无所在，通好去，会当先暂时住阮家。我跟你又不熟，你干嘛帮我？我知影即马做假甲业假，拢甲你当作是麻烦，希望你赶紧消息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只要你会当甲囡仔生来，互因亲目睭看到遐尼古锥红影的时阵，因一定不忍心，互家己的骨肉伫外口流浪。到迄个时阵，你就有筹码甲因谈判。你说的也有理，那些自私鬼想去母留子，没那么容易。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平安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样才有办法跟他对抗。好，如果你愿意收留我，甚至让你爸替我向叶家求情，让我回去，到时候这份人情我何力不会忘。以后的事情要怎么说了，走。我回来啊。小姐，这位是？伊叫何丽，是大业集团的新妇。这阵仔因为一挂家内事的问题，先暂时住伫咧咱家一阵仔啦。哦。哎呦，你莫安尼一刚刚哦，撮外人来咱家啦，而且哦，迄别人的家内事，你莫安尼乌白插手啦。阿母，你放心了啦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跟我老公的事情。彤彤呢，就好意让我来你们家借住几天。嘿啦妈，啊你啊无要给我顾啊，吴瑞一姐呢顾未来啦，啊有何你甲你陪，啊你唔着对我好，我无需要啦。
你目睭看无，那也无需要。妈，你真体气，辛苦的是阮吴瑞仪呢。小姐，我无要紧啦。吴瑞仪，你若无要紧，你哪会袂记得平常时这时阵，你应该去煮饭啊？正经伫个阮家，这个时间哦，你早就已经把饭煮好呢。对吼，这么暗啊，我是应该来煮饭啊。建明有交代，阮大家袂当因为目睭受伤就拢无振动，安尼对伊身体无好。好哩，吴瑞爷去煮饭，搁爱带阮大家去散步，安尼伤忝啊啦，敢袂当麻烦你先带阮大家出去行行呀？小姐，唔免啦，等下吼，我若煮好食饱，我才带王太太出来行行的啦。吴瑞姨，啊，最近天气无啥稳定，随时拢会落雨，但即马天气还阁足好诶，就好好你先出来出去行行呀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吴瑞姨，你煮饭，我带阿木去公园散散步啊，这样回来之后胃口也比较好。嘿妹，吴瑞姨，我巴肚就枵，你赶紧煮饭啦。啊，好啦，王太太，那我来煮饭哦。妈，建明有交代，讲你一定要去散步。啊，你若是无要让何丽陪，那安尼只好我陪你去啊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去就是啊。何丽，麻烦你啊！阿母，不麻烦不麻烦。哎，阿母，慢点，慢慢的哦，走。李姐，姐姐，阿木，那你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好啦。左彤彤，还真是狠啊！真正有囡仔咧啃跑啊！啊，我奈拢无听着声音，敢咪是彤彤甲何丽串通起来要甲我创治的？这个菜拢伤正，一点仔味拢无，无食。啊，医生都有交代啊，讲王太太吼，除了伊目睭啊袂好以外，伊个肾脏指数吼，佫真危险嘞。啊，希望咱吼，低钠。口味唔通收重，我唔正吼唔敢做收咸。啊，不过这样的菜我食没关系。彤彤，为着恁大家的身体，你要配合的哈。是安怎我爱配合伊，唔是伊来配合我哈。啊，你嫁了王家，是王家的媳妇哦，你的性格嘛较改。
就是我，我才无要为着迄乌巴桑改变我家己的口味。这个菜摕去顶住。彤彤，你袂用干那想你家己啊？那那伊家己去另外叫外送来占着好啊。啊，外送的物件佫落袂用的，唔辣咸，还佫伤油呢。迄是伊的问题，我才无要管呢。彤彤，你也差不多的哦。大概好了，哎，头家娘来敲电话来问我讲吼，你伫咧王家的代志，我拢唔敢甲伊讲呢。你若愈超过吼，唔知安怎做人的新妇哦，我得甲你所有做过的代志，拢甲你妈妈讲。吴瑞仪，你敢一定要安尼逼我？我无要甲你讲啦。哎呦，小姐，卖生气啦，小姐。小姐，哎呦，小姐，卖生气啦。系啦，啉一寡茶啦，吼，卖生气啦。我嘛无想要安尼做啊，啊，不过我袂当目睭紧紧看你安尼拎着王太太啊，一定爱有人哦，甲你阻挡啊。好啦好啦，你要煮好伊食，我枵死好啊，我刚刚边。哎呦，卖生气啦，来啉茶。啊！啊，你莫动哦，我来提扫帚扫。唔免啦，我来就好啊。卡边哦，你卡袂着，就替我妈甲我压，根本就无甲我当做你自细汉看到大汉的小姐。彤彤，我唔是挑讲伊要骂你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若真正为我好，就煮两项我爱食的菜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煮啦。啊，你若要扫吼，就较细腻的，唔通去擦掉呢。我知。下半死呢？哦，这样啊，妈，请先看了，来，爹爹掏钱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妈，你是看啥？哎，看，我刚刚打到什么物件就疼。我看没，我看没。哦，哦，啊，啊，玻璃碎片呐。这一定是迄吴瑞仪啊，伊头拄仔弄破迄玻璃杯啊，这玻璃碎片哦，无甲扫清气啦。哦，这吴瑞仪真害呢，啊做代志先哩无认真，等下我再干嘛啦？免啦免啦，无要紧啦，但无阿兄，你莫干嘛啦，妈妈会甲讲，要若无伊的主见啦。阿母，你人真好呢，不然我陪你去擦个药。免啦免啦。这淡薄仔伤，我家己会当处理啦。这里啊，周彤彤，我说你对付婆婆的招数还真多呢。那玻璃碎片，你故意放的吧？你可死个心啦！一杯奶茶。看你刚刚贼眉鼠眼的样子，不是你放才有鬼呢。上叫伊对我无好，那呢就卖想要好你这条鬼。唉，早知道我真应该跟你拜师学艺呢。如果我能整得了我们家那恶婆婆，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放心。小林奶姐一定会有机会。